看看那个转评赞数，一句“勿谓言之不预”也让底下多少人跟着心潮澎湃了一把。但是我怎么就是觉得那么奇怪呢？这是人民日报预示开战前的标准画风吗？人家原文标题并不是讲的这样。再翻开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的第三版，看看标题写的是啥，您就明白我说的奇怪在哪了。原来放在人民日报战斗的历史里，这就是一次非典型的“勿谓言之不预”。 因为既非原文标题所体现的意思，也非刊登在重要版面的显要位置。如果真到了要有一战的份上，按以往惯例，不会是现在这种画风。推荐看一下一九六二年的《人民日报》，看看当时那个权重和战斗气息是有多足。一九六二年六月七天头版报道：强烈抗议。一九六二年七月九天头版报道：最强烈抗议一篇社论。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天头版报道。 建议尽快讨论。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天头版报道最严重、最强烈抗议。二篇社论。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天头版报道最紧急、最严重、最强烈抗议加我方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坚决回击收复被占领土。三篇社论。了解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同学可能会觉得眼前一亮，因为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头版也发表了标题一模一样的评论文章。 结果当天开战，现在再回看一下今天这事，加在内页还第三版，文章就一篇，有必要好好体会下这个分寸感是想传达啥意思，否则就容易走向偏激。我理解这有点像骂人不骂娘，只要没刺激到头版头条标题激烈多篇连发这么直对的这份儿上，两人吵架就不至于到上手的程度，发通脾气还要给人留空间，所以这显然就是佯装出来生气。 这给美国的回头是岸还留有了一点后悔的空间。而纵观被转发的正文，通篇主要是配合发改委负责人就稀土问题发声用的。正文本身也并没想要传递下一秒开战，只是奉劝某些人不要试图拿稀土做文章。我们没对稀土断供以示情分，如果谁因将仇报拿情分当本分，赣南原中央苏区人民一个不高兴，分分钟断供也是可以让他跪下叫爹的。 只不过在传递完这层意思后，怕给对方启发的不够深，才辅以了一种延伸的解读，谓言之不欲。而当这句主菜之外的补充，借着《人民日报》这样的特殊载体发出时，想了一个月的钟声突然就显得气氛骤紧,紧了起来。我猜这才是这次舆论策略想要达到的效果，并不是急于一战。如果说敲一下钟是小孩子闹着玩儿，看看《人民日报》自今年五月八日这钟声敲的。 一个月下来，你还认为是在闹着玩吗？再不给点新刺激，让别人适度的产生些我希望看到的联想，这一个月的钟声就白敲了。所以，如果你也被昨天网上传起来的那句话带动得感到气氛骤紧了，恭喜你中招了。政委的工作目的不就是要让外界严肃认真起来吗？不这样怎么整肃媒体和八亿多网民组成的网络气氛？不这样。 我们怎么请君入瓮的也带一波西方媒体的节奏，甚至利用他们来为我所用，以彼之长还施彼身，没错了。看看这回外媒是怎么纷纷按我们设下的节奏自发展开联想的吧。在 BBC 看来，随着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升级，限制对美国的稀土出口或会成为中方选项。英国《金融时报》张冠李戴。 负责监督经济政策转变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昨天警告将中断稀土出口。今日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比较会来事，竟然在标题上直接替我们把稀土当核武了。此外，还直接将发改委负责人的话解读为向美国发出的明确声明。在涉及稀土的这场国际比赛中，中国有比美国更多的选择，这其中有以 CNBC 功课做的最好。 来自中国的这个短语一出，基本意味着贸易战要变得更可怕了。所以今天分两个部分，分别说说为啥有些话一点就炸，讲这些话有什么章法可循。一、为啥一句话就能引爆舆论场？就凭历史上凡是严重得罪过中国的那堆对象里，最后没一个能有好下场。一九五零年，周总理说小心碰的头破血流，美国佬没当回事。 三年后被干回三八线。一九六二年，《人民日报》说：“误畏言之不预。”印度人没当回事。几个月后，我们在边境地带用一场完胜让尼赫鲁下了台。一九六七年，《新华社》说：“误畏言之不预。”苏联人没当回事。两年后，在珍宝岛接受了社会主义小兄弟的暴击。一九七八年，《人民日报》还说这话。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也没当回事，于是被修理回第三世界。 二零一二年，外交部说悬崖勒马，鬼子没当回事，结果钓鱼岛一不小心实现了常态化巡航。最近的一次在二零一八年四月六日晚，新华社发表微评，标题直接就写“物谓言之不欲。结果贸易战奉陪到现在，美国回回加税换来的逆差一次更比一次大。正是这些长期斗争出来的结果，给了公众一种印象：别逼说出那话。 说了你就必死，才有了今天媒体人解读时能广泛收割一波民意的轰动效果。所以，如果你试着把自己摆在政委的位置上想一下，在昨天这件事的看待上，或许就不一样了。某种程度上，这次无谓言之不欲也哪像是说给美国听的，简直是说给平日里有意无意就被带路的媒体和八亿多中国网民听的。舆论场不能跟着美国人的节奏走，我的地盘我来带。一般来讲。 政委在战前和战时会充分发挥出自己在统一思想方面的工作特色。类似同志们，黎明前的至暗时刻就要到了，但该亮剑的时候，谁都不许掉链子，撑到明天就是胜利。做出这种解读，就是想说咱也到了该给对面亮剑的时候。特别是新一代自由人民引以为傲的那些网攻、渗透、策反战绩，谁还不会呢？不是你能煽动黄背心，策划得了难民潮。 就可以任由老子不存在的渗透我，今儿就给你看看什么叫新时期的人在阵地在。就算是在电视剧里，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特殊价值的影射。独立团政委赵刚在突围前的一个晚上，曾在李云龙讲完战斗部署后，对战士们说过这样一句话：“瞧，越是紧要关头，越要有个角色想着把战斗之外的政治工作抓好。这就是我们军事主官加政委搭配的妙用。” 而今，太平洋对面已经有个人主动站出来竖靶子了，摆明就是提醒你，再放着自家败亿多网民的舆论阵地不抓，我可先下手为强了。此时再不出搞点动作，岂不是当政委的要失职？所以，在这条被广为转评赞的新闻里，《人民日报》作为一个极为舆论场上特殊的存在，传递的信号显然是存在些章法可以解读的。接下来。 我们就以上面那个钟声系列的长图为基础，看看《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在舆论战上是怎么个章法。二，《人民日报》要是真的开始发狠，一定会讲章法。这个章法就是有理有利有节。我们的国家作为东方世界里最具典型的代表，有着通过千年历史而保留下的独特思维方式，说话做事从来守分寸、讲道德。然而，这种规矩。 却往往在与脑回路更为直男的西方文明打交道时略显吃亏，因为西方世界里从来信奉一把强权胜过一袋子真理，曲线思维很难让他们 get 到有理有利有节的点在哪里。那我们就给文明程度未开化的洋人开开窍：一有理，强调的是防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既是战争，本质上也不是个讲人性的事。于是。 我们看到，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周总理在越南战争时警告美国的那四句话，意思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广而告之，是美帝国主义先不听劝告的一再挑起侵略战争，我们才被迫做出维护正义的应对的。同样都是战，对美定性就是侵略，对中定性就是维护正义。今天的贸易战也是这个套路，不是不能跟你打。 而是我需要一个足够能让世界幸福的理由。还以上面《人民日报》长图为例，这一串钟声下来，贯穿了澄清、自信、反驳，把美国从西方阵营里孤立出来，对盟友重塑世界观、价值观，争取世界范围内的舆论支持。所以，花点时间和耐心，先把统战工作准备充分了，下一步再要干嘛？不就我们说了算的事吗？二，有力强调的就是要胜利。 不搞无把握的斗争，不斗则已，斗则必胜。还是从《亮剑》里找李云龙，不干赔本的买卖，说的就是这这一点。毛主席也给过解释，他解释有利原则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必须打胜，每战都要有准备、有把握，不可草率；第二，打击要有重点，缩小范围。真实案例同样有，五十八年炮轰金门，毛主席下令只打蒋剑，不打美舰。 导致美军始终找不到与我开战的借口，既成功实现打击蒋军气焰，又挫败了被美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让我想不明白的是，这亏历史上美国人是吃过咱的，咋还不长点记性？所以绝不打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反之，如果我都说出吾谓言之不预了，那多半也是胜券在握，只是欺负你还不知情罢了。三有结对应的是休战。 见好就收，有利再战，干一票就闪，是我军风骚走位的传统。下次出手是什么时候？主动权在我，判断时机取决于二。如此往复循环，仔细想想，两次历史上的自卫反击战，明明成功推过去又打住了，是为什么？红军在陕北面对西北军反围剿，吃掉三个师便及时收手，改为拉拢张杨二江，又是为何？所以今天贸易战。 偏偏在提到稀土反制时，《人民日报》发来句这话：除了上面分析过的整顿舆论阵地、准备打赢外，还能传递出点啥？中国是近乎百分之一百的垄断一个稀土行业的上中下游知识产权，且唯一具备提供从轻到重全品类稀土的国家。这么有理有理有节，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说赣南原中央苏区人民能没有本钱就敢跟他说不高兴吗？ 请美国政府从《人民日报》的以下中生里认真理解“勿谓言之不欲也”的含义吧。中国人表达比较含蓄，但是如果含蓄听不懂，西方媒体吹风了你还是听不懂，那就只好用直男能懂的手段让你懂了。三、结尾：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 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话言内之意，是在强调先胜后战。善用兵者，总是创造条件，先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并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出现。这其中，使自己不被战胜，就是把主动权留在自己手里的意思。敌人能否被战胜，在于敌人是否给我们露出了可乘之机。所以，善于作战的人，只能够使自己不被战胜。 而不能使敌人一定会被我军战胜，故而我们管这叫做胜利可以预见，却不可以去强求。言外之意是，你又斗不过我，就别成天作死了。知道你美国人历史文化浅薄，听不懂，咱费点事，直接把孙子的话翻译给他。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